我们直播间的种菜能手这位大哥啊，哎，这一颗超大的蓝色妖精蓝宝石啊，为你而挖。哎，小一点，我们先给它修剪出来。这好的果子，这果子太多了啊！你是要玩精品货啊？我就给你整一条，先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修理啊。是个大家伙，非常大。哎，每一个枝上面都是爆果的，只不过这个鸟儿吃了很多啊，还有很多没有成熟，所以这条坨采得很好，漂亮的很哟。这一条货啊，给你搞起来啊！你如果看到视频呢，就赶紧来搞哦。挖精品，我们要慢慢来，不着急啊。放长一点，就给你。马上要出货了啊！哎，这根盘，那是简直是非常漂亮啊！哎，大哥，满意不满意啊？可以。这一条货，哎，再杀出来，这质感。你们看这个地方啊，这条坨坨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，啊，起码也是，哎，起码有七八十年，上百年的啊，才能长这么大一条蓝色妖精蓝宝石啊！满意的话，直播间来取啊，大哥。